他把身上所有容易脱落的物品都取下来放柜子里面，眼镜、帽子、包包、手机、相机、矿泉水、导游图、钥匙串、发箍，一切容易脱落的物品全部取下来放好再走上去啊。如果脚上的鞋子比较松的朋友，把鞋子拖到我这边的地板上啊。包包物品放储物柜里面，帅哥眼镜先把眼镜放好再走上去啊。对，鞋子松的朋友请把鞋子拖到我这边的地板上，请大家一定要检查清楚啊，以免待会儿把您的鞋子甩出去了。